周小雄明迄天，尤明迪早是七点到七点半，就送伊后生去补习班。明迪是无可能伫现场。这不是讲有较新的证据啊，较侪资料。你看袂出来，法官根本就无想要采信杨明迪的无在场证明，吼。我就想要证明这个案件是冤枉。像这款死刑判决，一定确定案件真恶改判。卖搞阮家的人疑难好无？杨明迪的资料要送去法务部啊。说来就心酸。